第二张就一样啊，第一、三张图选进去预判就知道了，还是会对啊。那我就初期 camp 第一张，会有中文吗？官方为主，官方为主，你去看官方，他说有就有。为什么不能选参加准备完了？那里多了一个不知道谁的卡登读取歌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现在看44啊。Devil Ray 快三十 ，Vision 666看。好，睡觉的晚安。看那边44。好啊，不用了。出发速度。噔噔。阿毛去哪了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休息了吧，睡觉之类的。啊，都是白痴观众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就好奇嘛，就问嘛，怎么说人家白痴？太凶了吧？那八七好了，八七观众可能可爱一点。哦啊，我拿大剑，你都忘了，大剑战。平安鸟可以断尾吗？好像不行哦。可以，可以吗？它尾巴看起来超长，对，断得掉。平安鸟的话，一开始往四号吧，对，没有往四号，然后往十一的方向走，就有机会遇到它。四号哦 ，QJM L Van 对。连剑进去是白痴观众一样啊，没有差别吧？不那么凶，人家只是想连。敢不给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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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，前天踩到你的脚，敢就说没关系了没？你到处留言呢、欸。存在大师。可能这一场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。上一场有。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就在看这一把打什么，这个任务标是谁？可以懂吗？泰迪贡。泰迪贡，蛮二。找蛮二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看起来是没有毒妖鸟，你看他们就没东西，就找东西来打。突破炮招。看谁欠揍。看谁欠揍揍谁。就找主机那些的、啊。我真的不会用长枪、欸。利咪利，一二三个耶！哦，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穷啊。米兹纳莱六一四个耶！是我上第一次贝塔，前面几次开魔物猎人的时候，同样问题会一直跳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没有礼貌。八七。对，我说我的观众啦，我去嘴智障跟观众嘴智障两回事啊。也是。以我为主，我是官方，我说了算。关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妈的！他妈真没有，我连脚印都没看到。我也是，我没有办法放个主机。亏歪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有了爪痕鳞片，我来。我来加，腿薄嘞，队友要跟我相撞。虽然没开私讯，不过脸看起来一定生气气，所以果然很在意。干，随便你讲 ，I don't care。八七，干，真的没脚印啊，怎么办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一把为什么会什么都没有？不可能。可以找到一个主机。那我要杀小怪。
我朋友不懂会学我说话，不像啊，我这边的大部分都社会人士了。右岛开始，没有在他妈呛人的，这里我这里。这只是什么？我平常也没在呛人，怎么又变成学我了？我平常都是跟大家讲要有礼貌，讲话不要那么冲，人人见了都喜爱。我是你的粉丝可以踩我脚吗？不行，不可以踩我脚，干！但是踩到也不用到处跟我道歉，也没关系。我说没关系就没关系，也不用一直道歉。呜，超级溜滑梯，在那边想要战犯转移，太可爱了吧！出！我这里有一只贼龙哎，不要理我，贼起来！不知道哎，魔沙发剑。耶、yeah! ！你是谁？老是一坨草。看，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？这个虫。而且我在网络上没有看到长枪速攻的那个影片我不知道该怎么样。长枪目前还是长枪要够强才有办法。啊？长枪够强才有办法速攻。哎、欸，他睡着嘞，哪儿啊？在最开始出来的地方。哦，冲王子冲！我比较帅、啊，古总，哎呦！I don't need 的古种。有推荐吹哦吹哦的摄取卡或摄取盒吗？什么摄取？是截取吧？你是摄取维他命？哦，看到看到，暴射军队来了，姗姗来迟。可是这次打、啊、这次打死不就赢了吗？我不知道你打的是这个，是这一只，是这场啊？你选第一个还是第三个？欸、是是这一只，这打死就没了。那不一样。所以这一场是火龙蛮二跟那个吧，跟这一只。我蛮饿哦，硬的吧？我也蛮饿的，干，我真的好饿。哦，晚餐只吃几块肉，好饿。是蛮饿的。我的光索鲁莽，鲁莽动它就一直噔噔。截取卡，我的型号是那个啊 ，GC550。应该大部分人都是用这个啦。啊，死了都。伤害好低哦！还有什么啊？他除了抽三下还有别的招吗？他有那个防御加缺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还有吗？然后防御加圈加叉，这是干嘛？防御，这个时候放开攻击力会更大。哦。然后还有防御加三角圈筒子弹会冲击，哦干砍光，他晕了他晕了。好可怜啊！可怜，可怜 ，Black Tea Storm。Okay, du hast die Quest abgeschlossen. Okay. 哈！哦，这招是雪豹。
狩猎你，狩猎你这次动作新增两个，衔接点好多了。我觉得他只是有那个，而且你是可以吹三个，然后再一次把它吹完，我觉得蛮不错。对啊，不用一个吹。嗯，他其实以前就有了，不过一次吹完是好像这一代新增的，方便，蛮方便。你可以玩三个，然后再一次一样第一关吗？嗯、你换第三关好了，我觉得第三关出现的几率高很多。好，那南希吗？还是十七？南希好了，我没有要打熊火。南希就第一个出奇 camp 就好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样拿大剑哦。好，都可，都可。好想做庄哦！嗯，我觉得长枪是那个超屌防御，可以防一些招，然后打一个伤害，这样比较安全的武器吧。这一代，但是如果位置站好，一直戳 DPS 也是挺高的。长枪一直都那样，可是长枪一定要中后期才有用，初期选长枪很痛苦。对啊，走太慢了啦，拉起来才可以吧？不一定，有防御性能，防御或回避啊，都。都要拉，没有错，至少要有防御性能加一，还有战力。找毒妖鸟波，好哦，好吃好吃。怎么不拿片刀？你说片手吗？因为我不要拿。强蓄可以直接加圈满几次哦，强蓄就那个吧，那个防御蓄力啊，连转两下圈可能会有额外攻击，我们要去试试。满级上次，哦，不过前置太长了吧，不知道会多少，应该还不错。我去试试看小智的感受一下。有毒妖鸟了，这里四号来四号。哦，我锁你。不给不给。K W E D C 三十六而已。等你们啊、哦！没体了，没体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！算了，我也要砍。哦，好可爱哦 ，Q 哦！我来了，等我，不要打死他。还没开，我连攻击都还没攻击。输了5100，谢谢。暴射 Junior 来了，我来了，出发！哦，就是他，他看起来好憨哦，开吃！真的，他叫 Puke Puke， 然后放过去。哎呀，错！睡着了，还要站起来喽！哎！有没有捞？有没有捞？你死垃圾！捞飞达人！哎呦！攻压无效，开吹！攻压无效延长，开吹！我中毒了！呀！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是一个称职的副手。漂亮哦！
挑战斑马。好喝。交。哦，我过了，而且他是跳道。哎哎哎！被舔了，被舔了，被舔了！黏黏的，黏黏的。哦，碎，被撞，被撞。来，这一次用打击系武器打超亏的，好爽哦！啊。感觉这样真的很安全，我觉得。真的，不知道喂，跟肥宅交到女朋友的几率一样。傻笑。比较安全。哦，爆头龙！爆头龙，傻笑。爆头龙，你走错路了，爆头哥。这一关的主要目标吧。他说要打这个，我操！起油！冒水下，要龙客运，龙客运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爆头龙来了！别打，别打！有人参加哦！哦，谢！大家不要紧张，风压无效大。没撞到他的尾，撞不了了，坏！断了，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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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妈白痴了！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尾巴都还没断！真的，好断！斩击器也在睡着？没有啊，我都在敲尾巴哎、欸。来睡！对了对了，靠大剑了！大剑大剑大剑！大剑高靠大头！靠大头！跳水跳，爆头！爆头，爆他！我干你娘，脚分！会爆他！哎，包围他！哎，是是。我、哦、干，他很愤怒。刺刺，哎，要甩要甩，喷甩。哎，刺刺刺，爆头可以。我、哦、甩，甩甩，撸回去。嘿，哎，刺刺刺刺刺，算了算了。知道喽。干，锤手没啊！啊，我你敲晕他！不叫不叫！赶紧撵他叫几声！哎呦，连叫两次，麻痹！
去哪啊？白卡了，白卡了，白卡了。我看还好哎，白卡了。我滚！哎，没有哎。哦，因为他刚刚投滴滴的，我以为他白卡了。看人家只在躲树啦，有干？在滑手机好吗？然后他听到了一把。哦，我、哦、动了，动了，可以弄了，弄了，真好。我、哦、看，他、啊、中毒了，他，对啊，我哦，杀粉，杀粉 ，box 啊 ，box 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我、哦、甩尾哦！哦，开启！啊！有！哦，龙的晕！开启！好了，好了。睡，大剑大剑，干大剑砍到他的脚脚趾哦，干好烂大剑，干我在极地呀，可以，我砍到三段了，转，干你妈的睡着三倍啊，倍，我、哦、睡着三倍、啊，我忘了，就忘了，我、哦、干比赛搞，哦，菜猎五号。对呀，他还蛮有精神的，实际上。Yep。倒地对。哎，卡巴西拉多。哎呦！哦，后面有麻线哦。好，我这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反击到？干！阿拉西门。哦。好了好了，炸弹没有什么用处了。两颗炸弹给你。阿白卡，阿白卡，我是菜烈。那菜烈，正常，正常运作。去哪里？哇，他这么胖也可以钻这个，太厉害了！胖钻达人，
但我还被他抓了一下。胖老爹，胖老龙，你跑去哪里？太远，太远了吧？干登山社啊！到，好，睡觉。炸弹！抱歉，我只是小的。看你只有病啊！哎呀，可以这么菜，不容易啊！我是小的会自爆了，自己啊！还在回家，还在回家，回教龙。我跳去啊！干，看了什么？他等一下应该会跳上来。呀！下去了。人类，他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干，我被耍了。还要下去？太晃了吧！太晃了吧！这边。他在下面。我在跟他的古剑作战，他要跳下，他上去了。那我在下面等他好了。看是什么烂场地啊，要下来，还没有下来，我要坐下来。哦，多一只啊！干，贼龙，贼龙！我需要两个 PK 哦。呜！干，自烧鲑鱼，自烧鲑鱼。他不用紧张，我来帮他推个防御的加大。我干，你娘谁打我？操！干，一定是阿北。放屁啊！看你把我捞飞啊！我被撞。Eddie Go Go， 哦，我被红星了！哦，我被红星！漂亮！哦，我要死了，注意！啊、注意，我被晕了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把你追！哦，我醒来！哎哎，我下，可以，我投降！啊，把桥倒！当，给我带。哦，干他！有没有？整场旋律没断过，够屌的！屌旋人，真的吹笛达人，他叫新装最会吹。干，我跳下去。看谁在打谁哟！好爽哦，长枪。嗯，长枪应该是，我觉得这代应该最适合新手。不好说，因为耗体太低了。不好，他移动能力没有那么好，状态异常哦，达人奇成名人。就缩枪啊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新手想玩什么就先玩玩看。没错，也是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累了。好，那就先挂了。啊，挂。挂不？不。OK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累了。我要去休息了，还没有要睡觉了，但是就休息一下了，差不多啦，开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大圣诞节快乐，大家拜拜。